闻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时代》，大家好。咱的来宾玉琪兄吼，伊都无爱人叫伊玉琪老师的吼。玉琪兄又过来啊！哦，这玉琪兄若来到，这个叫读弥勒佛啊，毋是哈佛的吼，读弥勒佛的啊。因为即马选举选到即马，咱拢看甲无垃圾安尼讲啊，足烦恼讲，咱这边也无在插旗啊，无在办迄落造势啊，无在办演讲会，甲过去迄落一般的人就是讲，甲即马拢无看到，无声无息咧，无迄落足侪人甲我问讲，即马咱台派敢有人出来刷讲？迄落柯文哲遗书啊，哎呦，因拢已经强要袂记的，就是讲干呐，因去口罩尔啦，吼啊，所以讲咱今日吼，讲足侪人关心的就关心的，无关心的就是无关心，无关心的就做甲要死，转来电视看看，明仔载投票好，就去投落去安尼，拢差不多拢是安尼啦，迷迷糊糊就去投落去安尼，迄落较缘投啦，迄落安怎啦安尼啦，佫有一挂迄落毋知甚物想法，讲因到遐有钱吼，伊毋免贪污啦，所以讲咱投予伊哦，毋免烦恼伊贪污啦，当威甲敢无钱，吼对无？所以讲咱今仔日咱请玉琪兄吼来甲咱咱的这个海内外同志时代共同来探讨讲，咱为怎样讲你投票是投票啊？有人讲这个我今仔日去永和啊，嘛是有侪人甲我讲啊，讲因拢分啊呢，拢逐间逐户拢分啊呢，我惊到要死哦，我伊拢弄门哦，我知影伊伫隔壁分钱，弄我的门哦，我有伫的我拢毋敢开门，我惊到皮皮喘呢，吼，讲该退啊，毋是，迄代志大条啊，你看麦，这落代志安尼，也要买，也要各种的迄落，伊讲我讲你着投哦。投予民进党就好啊，也是投予无党的，都绝对袂使投予这个国民党啊。伊讲要安怎样，安怎样哦？伊即马伊会伫遐看咱的新闻网络电视。你即马又玉琪兄，你来甲伊讲，为怎样咱哪会台湾人哪会袂使投票国民党？这罪恶的集团国民党。是，其实即摆选举吼，大家感觉讲真冷吼。老实讲。即台北市长职局吼，即摆选举啦吼，实在是真大进步吼。即进步了，真都不要讲，毋是像过去啦吼。安尼插旗啊，插到规家啊，放炮啊，安尼，是啊，制造真侪传播问题，制造真侪迄款迄个噪音吼。即其实拢无符合文明国家的即、这个即、这个内涵啦吼。所以即摆投票，如果估计也袂讲介悬啦，即、这个。时代在进步的过程当中，时代社会愈进步，国家愈文明，那个投票率自然会愈来愈低，因为很多人会感觉说，选举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基本的这种制度，既然有法度透过选举选出了我们信任的人，我们感觉说我们可以对他会安心的人，所以很多人会感觉说，这样制度如果建立了后，这个国家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制度在治国，不是人在治国，这头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也很多人跟我问了，说为什么你都叫人不能投国民党？我说这样，你听我慢慢分析给你听。不要说国民党，你不管是投国民党，投民进党，投什么政党，其实都是一个政治的信用。老实说，到今天为止，我都没加入任何的政党。我都没加入，我刚才等讲看有人成立金光党的时阵，我再来加入咧。讲笑了哈，所以我就讲政治基本上是一个信用哈，就是信用。譬如讲不管你是家信咩哈，信佛教、信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拢无要紧。基本上宗教信仰的宗教，就是劝人劝善嘛。政治的信仰就是啊，爱分是非啦。一个政治的信仰若无是非。那么你为什么要去给他支持？我跟你说，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都劝人不能够投国民党？我说很简单，我分析给你听。第一点，你要去加入一个政党，你还是说你要去相信一个政党的信用，你也要去了解这个政党的背景。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亲，要跟人做亲戚，古早人做亲戚，也就要探门风嘛。很多人孩子要读书也要选学校啊，又选那个区啊，说他那个周围是什么样的学校的，是嘛，
啊，真侪人要去找头路，嘛要看讲这间公司是毋是有稳，这间公司是毋是有正面，或这间公司是毋是风评未歹，吼、哦，这种基本拢一个做人的基本的一个选择的要件嘛，吼、哦。但是咱来好好看讲国民党，这个党呢对中国走路来台湾，来台湾无太要紧的，害死几万人的这个台湾的精英啦，到今麦为止已经七十年啊，唔捌甲台湾人回失礼啦，吼、哦。那么这里头，这个是非都马上会造出来讲，一个政党走路来台湾，咱无甲气焰，咱阁甲收留，啊，好一点的台湾家，会当亚武王威吃香喝辣。结果呢，咱阁哩继续哩支持这个甲咱台、甲咱北协、甲咱欺负的这政党。我想你的是非都，你的是非都已经走精啊啦吼。做人吼，我定来讲，人足可贵的是啥？就是良知啊。啊，良知呢，唔免受真深的教育，良知嘛免读真济册，良知嘛不一定爱出国留学吼。所以良知是每一个人出世了，伊就应该有一个良知。啊，这良知是啥？讲你要判断是非的能力啦。啊，这种如果你做一个人，若讲无法度判断这个是非的能力，安尼你这个人的价值走去，而且你这存在的价值就拢无去嘛吼。所以国民党在台湾，老实讲，将近七十年来，伫台湾这选举内底过程当中啦，所有诶会使讲诶选举诶一寡即奥博，选举诶一寡即即款乌乌臭臭一寡无正当，乌龙木侪代志，乌龙木侪代志，交顶出来的，差不多拢是国民党咧做嘛吼。人咧选举伫美国足好诶、结果来到遮就变质啦。对，啊拄啊，你咧主持人你咧讲，即摆选举敢那也无插机，也无插机啊吼，也无像过去安尼是敢那像咧亚妈做安尼，你办老者安尼是安尼清清查查叫安尼是吼、其实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有诶一个基本啦吼，因为文明国家就是未使有噪音。你袂使讲，因为你的需要啊去影响别人的安宁，啊嘛袂使讲，因为你的需要啊，你就当靠点么鸡啊咯，买咯，一世界差几啊，一世界安尼样样过吼。弯安尼。啊，这其实讲十几年前，我对你甲真侪到一个一寡朋友，到包括学界的人讲吼，这个选举的这款差几啊，绝对是唔对的行为啦。安那讲咧吼，这变作民主假期，你敢知影？就是讲选举不应该有民主假期哦。好、选举就是讲你选举，你做你选，嘛是爱修法。无重点是讲啦，如果你选举会使做咩买路插旗啊，买路啥，买路拢是你甲我所有的人的公共空间咯，咱个共有的空间咯。共有的空间，咱会使去多利到一部分的特定的人啦。这唔对啦吼，这种。你要出来选举，咱就爱让伊四界甲咱插旗啊插旗安尼。是嘛？所以这啦，这叫做违反公平正义啦。其实一个国家。数人钦佩，数人爱国未爱国，其实就是讲甲公平两字有关系啦吼。我只来讲，真侪咱的亲戚朋友，咱的周遭的亲友，有人去美国移民，去美国去住美国，去国去去住这个较文明的国家，你所听到的啥，就是公平。一个国家若无公平，伊必定去足侪纷争，足侪即款你的迄杂音嘛吼。今日台湾就是无公平，包括过去的选举拢无公平，因为真简单嘛。你选举的人，吼、你有需为着你个人候选人的需要，啊，街啊路全拆机啊，这款天桥啦，这款你所有的马路、道路，较重要的道路，拢拆个崩崩崩嘛吼。啊，我请问你，迄是要一目的是要宣传嘛？对。啊，既然目的宣传，卡输风云网络嘛，又会使为了宣传，我来台北市拢个拆个，大家拢有一世界拢有当看到风云网络的电视台嘛，噶不是？是啊。宣传的目的就是无分。未使有迄款特权嘛吼，所以我咧讲是讲，即公共空间爱受到所有的人的即款你的尊重，所以未使讲选举时阵吼，候选人就特权，啊，就放民主假期就当放假，啊，执法者拢无咧管安尼，即唔对，咱爱追求的是一个公平啊有正义的社会。所以讲，如果讲选举时阵讲候选人在多的话，我未插旗啊，一世界观定看板。啊，红红马路嘛是，我只要有一红红马路嘛，先来去查。对，我嘛来用一挂机啊，来用一挂看板四个去定去打。甚至做生意的人，为了达到伊的产品的宣传的目的，做生意的人买菜插机啊呢。结果老板饭一碗35，我的33就好，我就四个来打。啊，结果呢，做生意的人啦，伫顶啊卡插机啊。拢叫警察甲你开单，讲做违反废弃物什么什么什么有吼，这就是啥？这就是
无公平的社会了哈、嗯。所以咱追求，咱咧追求的是一个社会爱公平，而、这个公平唔是干一部分人修法叫做公平，是所有的人拢同款啊叫做公平。嗯、过去的选举甲即摆选举足大一部分看的是啥？即摆台北市长的选，台北市长即选候诶、嗯、市长的选举吼，老实讲，国民党遗书已经。写下到台湾一个一页历史啦，吼、哦，一个台北市长选举竟然会使变插旗啊，吼、哦嗯，啊，无讲规个宣传片六分，哎、欸，你去菜市啊买菜，手啊要拎菜，啊要提钱包，搁拿搁落雨压雨伞，伊迄个宣传当着一直塌好你，一直塌好你安尼，要惊死人哦，规路安尼哦，为街头巷尾安尼，拢去到地，拢四界，拢迄个米啦，拢安尼压到安尼，迄个唔免钱。啊，所以咱要倒来讲，为什么唔通阁投予国民党的原因，就是讲爱予这个国民党受到真真正正的架势啦。咱来用，咱唯一对国民党有办法的，有法度加一张选票呢。对啊。咱无其他的方法会当对国民党制裁啦。这个走路的政党，这个无良心的政党，这个恶心的政党，即款遮尔只恶心的这个一个组织，你若无甲好好甲架势一摆吼，伊未检讨嘛吼。对。啊，即摆的选举。老实讲，是甚么人创下这历史？非国民党一个郭文天嘛、嗯，所以证明讲国民党拢是永远拢伫停留伫保守迄款的观念，进、嗯、步的力量拢是来自在野，吼、哦，来自即款的无党籍的，啊、嗯，是讲即个其他的在野党吼。所以一个国家的进步，老实讲哦，咱一定爱目睭闭好金，咱得爱有法度分辨即个是甲非，爱有法度了判断讲甚么人是对，甚么款唔对的。所以有人讲，啊，你敢无国民党的朋友？讲有啊，我嘛有真侪国民党的朋友，我嘛有亲侪亲民党的朋友，我嘛有甚至嘛有新党的朋友，讲到歹听嘛有共产党的朋友啦，吼、嗯。但是呢，我绝对袂去投予国民党。我这世人无论如何，我也袂去投予国民党。原因就是讲，我若要加入一个组织，譬如讲我要来去参加一个社团、嗯，我嘛要看个社团外口的名气好啊歹啊。对啊，参加的分子拢什么款的，什么款的人啊？啊！人要甲我招来去参加多一个组织，哎、嗯，我嘛要小去探听一下，讲哎，这个组织名声好啊歹嘛吼、嗯。所以说基本的常识就对了吼，就是讲，唔是讲国民党啊，伊是无论如何，伊袂使甲加入，你袂使讲无理由，爱有理由，嗯、你爱讲出一套，互人感觉讲，哎、欸，你讲的这什哎、欸、有算听的咯，你讲的这有道理啦吼，有符合这个逻辑嘛吼。啊，我讲的他主要甲大家报告的是最简单嘛，这个政党来到台湾了后，到今仔日七十年来。嗯这个政党从来唔捌受到架势，这个政党来到台湾，拢是还佫停留伫个北协这个阶层，还佫停留伫个迄款搜刮台湾人的这款的迄个利益，所以这款的政党袂使互伊存在。啊，佫继续伊甲你迄落税金，甲你扣当两当，甲你北协用经济来制裁咱这落衣食父母，用经济来甲咱制裁哦，啊，佫制造毒互咱食。不啦，税金哦，税金。重甲轻吼，即我无意见啦。我拢常常讲一个观念嘛，税金重甲轻唔是重点，是你爱看好纳税人，看着讲你税金交去倒位啊嘛。即摆问题就是，咱税金纳到遮尔重，你别个国家若像纳咱台湾人纳这个税金，人做甲偌好？是嘛？啊，咱台湾嘞，什么样想？系啦，所以这是重点啦吼。咱袂当讲，甲咱一直讲伊税金甲你扣遮悬，咱重点是讲，咱无反对交税金。但是这个税金，咱缴的税金，咱爱看会着，讲这税金开伫倒位啊嘛。有感，吼、哦，一个梦想家一暗会当开两三亿，吼、哦，啊，一条高速，一个五羊高速公路一公里会当开二十二亿，这种世界各国拢无可能发生的一个记录。但是呢，公分讲平均价一公分是两万二啦。是啊，嗯，啊，你甲看嘛吼，那个全世界就即马阿扁啊，总统管理机关的干部来滴。我就讲，即个咧，伊就即卖都所有诶，伊过去要甲起诉、过去甲判刑诶，只案件，即卖差不多拢是牵结，拢是无罪，拢是无罪定验吼。查无实据。啊，搁甲管理来对，一个做过八年诶总统，竟然是即款诶遭遇吼，这实在是破世界纪录。所以我感觉讲，人类哈，拢一直追求文明甲进步啦，吼。包括我相信国民党的人应该嘛爱有这个想法，就是讲咱做一个人的价值，就是爱追求不断的追求文明甲进步。但即边做过八年的台湾的总统，如果伊若讲真正有参照伊个国民党所讲的讲伊遐人家不惜遐人家贪污的话者，那么足简单嘞啊，我讲几个数字嘛。但即边两千年做总统了，还着征调国民党
两条外的债务呢？你即马马英九短短五六年，已经甲台湾已经搁再增加这个四条外的负债，啊，上个贪污，你看这个数字就好啊嘛吼。所以我常来讲是讲，这个政党吼，老实讲，若无好，若无好好甲驾驶，国民党若无好好我受着台湾人的制裁吼，这个政党永远是恶心的，这政党无可能伊会改善。嗯，对啊，所以讲你唔通讲啊，哎呦，爱选票尔，选票一张啊，互伊无紧啦，就迄张，迄张就是你的，你的卖身契，你知无？对，啊，所以我甲真侪我的亲戚朋友讲嘛，因为我亲戚真侪亲戚朋友嘛，会定啦，三五个时甲我问讲，为什么你拢外，你拢教阮唔通投国民党？我讲你第一点，你做人爱有是非。伊讲我有是非啊，我讲你有是非，我无是非，唔是你家己讲的。你有是非，佮无是非，是爱用行为表现互看嘛吼？比如讲，你感觉国民党这个政党，你无感觉这个政党真恶心吗？你无感觉这个政党真残忍吗？真垃圾！吼，伊讲啊，都好朋友啊，都厝边头啊，都亲情啦。我讲一个人吼，的是非未使建立伫个亲情、朋友佮即款你的同事，嘿，未使用即款情去看这个看待即款你的迄个是非啦吼。是一个人的是非是六亲不认，才叫做是非。这荷兰人讲的啊，你若有是非的人是六亲不认啦。好，我对事，我无对人嘛。但是台湾人吼，你甲看都，大部分拢讲，大家人开嘴合嘴拢讲伊有是非，开嘴合嘴拢讲伊吼是一个真正派的人。但是我看你的选举行为，投予国民党的人，在我眼中看起来都是无是非，足简单嘞，迄就是无是非。所以你甲看讲，即个每一工电视拍开一寡单位性节目内底，你甲看足清楚的。迄一寡做即款迄个媒体的人吼，偏偏受同款的中华民国的教育哦，但是迄是非的标准拢无同款。而且内底啥，头壳底就是啥，都是有真济利益的差别，会甲严看伊管理的迄个利益的良低嘛。所以我是讲，你今仔日投国民党的人，在我心目中看起来，你就是无是非啦，你无判断是非的能力，你无迄款辨别是非的这个的能力嘛，就我看起来就是这简单了。对啊，你投票投予国民党，啊，你就是倾向伊各互伊机会，搁再一遍来对待你，吼、哦，来互你，卖讲啥毒油啦，什么只，你所目睭所看到的，你的囝拢无头路，即马讲。迄啰2.2 km， 啊，即卖讲煞着讲爱用迄啰万八，迄啰一个月领万八，一个月领万五。啊，我拼啊的，你读到大学毕业，一个月去领万五块。对啊，啊，而且你做，而且吼，你做一个人吼，毋是一只猪公，人互你喷，人倒喷互你只看，较喷互你只，你着食啦。一个选票，快乐猪啦。选票那会当讲人甲你分票，人甲你分配。他有这款家己无主张的人啦吼，你家己爱有给你家己判断能力嘛，所以我讲台湾人爱做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爱做一个有是非的人，就是这嘛，足简单。有是非甲无是非，就是投国民党的人，甲无投国民党的人，迄是非马上会分足清楚嘛。对啊，你明明看这个国民党这样尔恶毒，这样尔残忍，啊，结果呢，你票佫赶快要投予伊，对啊，而且咱唔是用暴力哦，咱嘛唔是用这非法的手段吼，咱嘛唔是讲买国民党好，咱是爱改，会当改善，伊会当改变就佫更加好。咱手头这张选票，会当来个驾驶，啊个驾驶目的唔是要国民党倒，是爱国民党好啦。老实讲，你无投予伊，你若无投予国民党，其实你是爱伊好啦。啊，侬讲你无投予伊，伊才有改革的机会嘛。啊，国民党若有改革。台湾人未来的日子就自然而然就会较好过，因为伊若有受到制裁，伊若有得到驾驶，伊自然而然呢，伊就知影讲要安怎来接近民意，来听民人民需要是啥物物件。得到利益是你人民嘛？对啊，所以讲人讲迄落你票哈，都爱驾驶这个国民党哦，让国民党愈来愈有国民的迄落气氛。驾驶民进党，吼，民进党愈来愈民进，吼，就是讲咱这边啊，这个关于书一出来了后呢，你看伊讲迄落革新了，讲啊选举无要遐尼差，无要遐尼乱，啊，过来迄落过去哦，拢迄落电话安尼，敢那走运动会，我这长路的，吼，三分钟、两分钟，一搭拜票安尼用电话拜票哦，啊，电话摇起来，我是郝龙斌，我等下摇起来，我是连胜。
好，我咧想讲靠背啊，我安尼为后壁足无用的，用撞的撞来才接一个讲吼，你迄落，你看卖电话甲你骚扰啦吼，啊迄落米拉宣传片拢甲你录的迄落信箱内底啊，录甲甜甜甜，伊即马所开的钱要伫底啊摕转来。你看迄落美和市就好，啊，所有的建设就好，啊，所有的这个钱就好。你看伊最近哦，为着要啊讨好你吼，啊，迄落油吼，佫甲你降几角银仔落来，哦，你都痛甲拢袂记的，票佫共阮投互伊，后边啊，迄落记者选刷了，佫连咪佫甲你一个气佫气甲关关关，你呾佫伫遐咧在对心肝，咱何免苦咧？所以讲啊，咱啊玉琴啊来遮甲咱凤凰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吼，啊，你若是讲在看有看到这个节目，啊，你当然有在用电脑，你较紧甲阮分享出去，这就是讲。大是大非，就是讲袂当股票投予即种的，即落违法的，即落叫土匪集团来遮凌治台湾人的即种的即个党啦，即个黑心党安尼，拢做迄落黑心代志安尼，啊来凌治台湾人，啊搁来搜刮咱台湾人，互咱台湾人无子孙无迄落出路安尼，啊厝呢叫中国啊来买互贵贵贵，啊结果。带动了这个所有的厝拢贵起来，结果即卖迄个少年人无才调买厝，无才调娶某，娶某了后无才调生囝，饲袂起，一罐牛奶吼遐尼贵咯，500外块，结果开开了后内底了三分之一尔。对啦，无啦，所以我是感觉讲，最主要是咱做一个人吼，爱有正做一个人的价值啦。是啊，是啊。啊，人的价值甲这个格调吼，甲这个人格实在，所以你要有能力去。判断这个是非啦吼，多数甲财团挂钩的拢是国民党啦，多数啦吼，我唔敢讲在野党拢无啦，但是我是讲大家用冷静的目睭去啊看，就是一旦会甲这财团挂钩吼，官商勾结的，大部分拢是这个国民党啦，吼，啊，所以讲咱目睭要闭合，今咱家己要判断的能力，咱爱对是非会用分讲，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你若连一个是甲非都分袂清楚，你敢有成一个人啦、啊？我要讲的是讲，你敢有成一个人的记得安尼念咧吼？嘿，咱啊目睭啊八号金就是讲，国民党伊是徛伫个财团的这个角度来甲人民对抗呢。伊是徛伫伊的角度，拢所有拢甲咱遮的这落、個，迄落目睭金金吼，啊，迄落。趁袂到来食的人，啊，佫将咱吼，佫家己用好，互财团佫来转来剥削咱安尼，吼，甚物拢要拢用这个手段，吼、哦，你看有迄落，我客人啦，通关拢讲客人关啦，结果有迄落三任的迄落副馆长拢食鸡食甲拍电话，哈、啊，我应该伫嘞，你甲我送过来，结果人用迄落行李车安尼拖过来吼，这尼啊明目张胆，你这尼啊欺歹你无？你这票你搁用无灵魂咧卖灵魂，互伊甲魔鬼伫遐咧勾结安尼吼，啊，所以讲今仔咱啊足感谢咱啊玉琴兄，咱休困者了后，咱连咪搭搁倒转来，咱搁来讲第二段。